我今天是感到印象非常的深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空洞的问题、路不平的问题，一直都是民众啊非常重视，也是抱怨很多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达到路平？那各种的显铺方式，过去都是要经过一层一层，然后好像这个贴膏药，然后补膏药，然后最后再刨除，再重新显铺。那现在是 all in one。一次完成，而且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具呢，不但有效率，而且显示出来的品质，我们刚刚测量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差异，没有任何缝隙，而且可以持续非常的久，又环保，用原来的旧料加一点新料就可以达到显示的效果。这是新北市的首创，也是台湾的第一台。那我知道说尤其像高雄跟我们联系啊，一月就我们这边要到高雄去展示给高雄的这些路平的示范，那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运用在台湾各地。